我们上一节课已经开始接触这个奇数啊，奇数里头呢分那个数项奇数，也就是它的每一项都是数，还有函数项奇数，也就是它的每一项呢都是函数。但是这个奇数啊，因为叫无穷奇数，因此它都是无穷多项相加，无论是数项奇数也好，还是函数项奇数也好，比如说数项奇数，它不是有穷多个数相加，而是无穷多个数相加。那么这个无穷多个数相加，比如说这个 U1 啊 ，U2 UN 啊，还要加，无穷多个数相加，我们可以用那个简单的和号给它写成了，比如说 UK 是吧 ？K 呢从一到无穷是吧？这无穷多个数相加，是不是能得出来一个数？啊，这是就是上一节课已经谈到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奇数是不是有和？或者说这个奇数是不是收敛？那么这个呢，我们就得先是吧，像上节所说的，就得有一个奇数收敛的这个意义啊，奇数收敛的意义。比如说这一个奇数是吧，无穷多项那个相加，无穷多个数相加，那么怎么叫做它是收敛的呢？怎么就是发散的呢？换句话说，什么时候这个奇数有和呢？什么时候这奇数没有和，是吧？那我们就是最主要就是要看它的前 n 项的部分和，是吧？啊，前 n 项的部分和就是这个 Sn 啊 ，U1 是吧？加 U2， 一直加到 U1。那么这前一项部分和 n 可以等于一等于二等于三是吧？所以这样就得到一个数列是吧？由前 n 项的部分和是吧，得到一个数列是吧？这个啊 ，n 可以等于一是吧？二对的。对于数列来说，它的有没有极限？我们前面已经研究过了是吧？那我们现在就是，如果这个数列假设是有极限是吧？换句话说，这个 Sn 啊。n 如果趋于无穷，这个极限存在是吧？那我们就说，这个数列这个奇数是收敛的，并且呢，把这个数列的极限就是 s 称作为奇数的和是吧？就这个时候是吧？我们才称这个，比如这个奇数叫做一好了，那么这时候奇数就是收敛是吧？一收敛。并且它的和呢就是 S 啊，和就是 S。 如果假设它的部分和序列没有极限，那我们就说这个奇数呢是发散是吧，奇数发散。所以这个概念呢上一节课已经建立起来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就是一个数列的收敛发散呢，归结为是吧，它的部分和数列是吧，一个数列的极限存在与否的问题。上节课也同时谈到呢，这是有一个数列就能得到一个，有一个奇数就能得到一个数列。反过来说，给定我们一个数列，我就可以造出一个奇数了，是吧？使得这个奇数的前 n 项部分和恰好是数列的第 n 项啊，就是它的通项。这些东西我们上节课已经强调，是吧？已经说过了。那么我们根据上一节课所讲的那个啊，就是看一看这个数列啊。是不是收敛发散？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例子是吧？就根据收敛的意义来看是吧？比如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数列是吧？就是啊，二 k 减一是吧？二 k 加一，这个 k 呢，从一到无穷。如果你要把这个奇数啊，写出来，那我们也能写的是吧？比如说这个 k 等于一的时候，那么就是二减一，这就是一是吧？乘上这个 k 是一嘛，啊，这是三是吧？第二项呢 ，k 等于二，那么二减一，这是三是吧？所以是四减一，这是三，这是三，这个呢是 k 等于二，二乘二是吧？再加一等于五，所以就是这样啊。同样的，五乘七是吧？等等。
因此我们就得到这个基数，是吧？这个基数是不是收敛，是吧？按照前面我们的基数收敛的那个概念，就看看它的前 n 项不分和。我们取前 n 项，这是第一项、第二项啊，前 n 项。那我现在就取这个前 n 项，是吧？前 n 项的不分和，嗯。SN 这当然实际上是个数列，是吧？前 n 项，那我就说这看看，这是啊、这是二 k 减一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二 k 是吧？加一，这回我那个 k 呢，从一到 n 就取了前 n 项，是吧？就取了前 n 项。那么取了这前 n 项以后啊，我怎么来做了？来看每一项呢，我都可以这样来做，是吧？哎，这个。也就是说我们这项如果写出来的话，前一项就一乘三，是吧？加上三乘五，是吧？一直加，嗯，加上二 n 减一，是吧？乘上二 n 加一，最后一项到 n 那儿，是吧？这前一项它的不分和。那对每一项来说呢，我当然这是有限多项，一共 n 项，是吧？对于每一项来说，我就可以这样来做。大家看看这个第一项呢，我就可以写成说一减去是三分之一，一减三分之一是三分之二，它原来是三分之一，我就给它除一个二就完了，是吧？等于二分之一，这个对，对吧？然后再加上这个，是吧？三乘五，是吧？这是十五分之一了，我也可以写成三分之一减去五分之一。那你这做完以后呢，是十五分之二，那我再除一个二，那也对，是吧？一直到最后那项，是吧？哎，加上最后那项，那应该是二 n 减一，是吧？分之一减去，是吧？二 n 加一分之一。得到这个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因为有限多项的和相加，这个负的三分之一跟正的三分之一消掉，负的五分之一跟后边那个是吧？正的五分之一消掉，所以这个。这个是正的二 n 减一分之一，跟前面那个是吧？负的二 n 减一分之一都消掉，所以消完了以后呢，最后就得到这样的东西是吧？这就是二分之一是吧？一减去是吧？二 n 加一分之一，前 n 项的不分和，这 n 可以等一，前一项是吧？前两项、前一项等等，得到一个数列。那我们这个奇数，这个奇数。收敛与否的话，就看看这个的极限是怎么样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极限，就是说 limit 啊、，sn 啊、，n 呢让它趋于无穷啊，那就等于 limit 啊，这是二分之一前 n 项，一减去是吧？二 n 加一分之一，让 n 如果趋于无穷，大家看看 ，n 如果要趋于无穷是吧？后边的项就是零，所以这当然就等于二分之一。所以我们看，就是这个奇数啊是收敛的，根据那个定义，这个奇数收敛，而且这奇数的和呢就是二分之一，是吧？就是二分之一。好，这个就是说，我们根据那个极限的那个就是一个无穷奇数是吧？怎么说它是收敛或者发散？根据收敛发散的这个定义啊，我们再看一个奇数是吧？让我看看这个是吧？这就是 n 分之一啊。n 呢从一到无穷啊，要写出来的话呢，就是一再加上二分之一是吧，再加三分之一，加上四分之一是吧，加一加 n 分之一，再加这个奇数呢是很有名的一个奇数，叫做调和奇数啊，调和奇数。调和奇数，那这奇数收敛还是发散呢？
我们也得根据啊，就是一个奇数周链的意义，就是看它的部分和数列是吧，是不是有极限？你看这个。那我们现在就，我就看啊，就取它的前是吧？取这个是吧？我考虑这个是吧？就是前二 n 项啊，二的 n 次方向是吧？所以就是取这个是吧？二的 n 次方向啊，这是前边的啊，从第一项开始一直加到的第是吧？二的 n 次方啊，那么多项，再加起来啊，我考虑这个是吧？考虑这个，当然你要是考虑这个数列是吧？这个 S N 这个数列是吧？你这个数列只是这里的一个子序列是吧？一个子序列，对不对？那我就看看这个序列是不是收敛。当然，如果这个序列收敛，你也不能说 S N 就是收敛的。但是如果这个序列是发散的，我就可以说原来那个部分和序列是发散的。因为一个数列如果要收敛的话，它的任何的部分子序列都得是收敛同一极限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是吧？前二的 n 次方向是吧？这个部分和，那我们现在就看看，这是都得写出来了。第一项是这个一，第二项是二分之一，第三项呢是三分之一是吧？加上四分之一是吧？然后再加啊五分之一。加六分之一是吧？加七分之一，再加八分之一是吧？再多了是吧？然后再加上啊九分之一，再加一直加的是吧？这个是六分之一是吧？还要往下加是吧？加上是吧？这个呢我写成是啊二的是吧？因为这是二 n 次方了，我写成二 n 是吧？减一。然后再加一啊，分之一，一直加，加到二的 n 次方啊，分之一，这最后一项二的 n 次方分之一，这是最后一项，因为是考虑前二 n 次方啊，那么多项，因为这些毕竟是有限多核是吧？所以我就可以给它扩起来是吧？这样扩是吧？这样扩起来啊，前面两项呢就不考虑是吧？这就是 S2N 啊，看看这个，之所以这么写当然是非常的清楚，大家看得非常明白。你们这是八分之一，就是第二个括号里在八分之一，八分之一就是二的三次方分之一是吧？二的三次方，那么这五分之一我可以写成二的平方分之一，那二的平方大家看看，然后我再加一是吧？这不就是五分之一？所以我们最后一括号里可以写成这种样子，二的 n 减一次是吧？然后再加一分之一。同样的，你的九分之一，这个地方是十六分之一，十六分之一就二的四次方，二的四次方。那么九分之一就可以写成二的三次方加一是吧？所以后最后一括号里为什么写成这样？这道理很显然的事情是吧？那我们把这个前二 n 次方向是吧？把它加起来以后啊，我看看这个奇数是不是收敛啊？那就看看这个极限怎么样是吧？看看这极限。那不管怎么样说了，我把这个第一个括号里的三分之一加四分之一，那我敢肯定是吧？这它一定是大于这个是吧？大于这个啊，一加二分之一这个不管它是吧？这个三分之一加四分之一。我可以看到了，大家看看这三分，我可看成两个四分之一是吧？大家看它一定是大于这个是吧？因为你原来把三分之一，现在我把三分之一改成四分之一了是吧？所以这一项是吧一定是要大于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，就是二分之一是吧？这个加上一个二分之一是吧？这个啊，然后我们看这项啊，第二个括号里，第二括号里的本来是五分之一、六分之一、七分之一、八分之一，我算在都算八分之一，因此我这个是吧，一定要大于这个八分之一啊乘上四是吧？四个八分之一，所以这也是二分之一是吧？也是二分之一，所以这个
这个第二括号里也大于二分之一啊，大于二分之一。那么这个括号里呢，我都用那个十六分之一，十六分之一，这个十六分之一就是二的四次方分之一，是吧？一共有多少项呢？九分之一、十分之一、十一分之一、十二分之一啊，然后呢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八项是吧？所以这个是，所以它也是二分之一啊，这也是二分之一。最后这个是吧？我们一看呢，这是二的是吧？我都给它分母啊，都给它变成二的 n 次方分之一。一共有多少项呢？一共是二的，就像我们这个时候啊，二的四次方是吧？那么这里头是八项，实际上是有二的立方是吧？那么多项是吧？现在是二的 n 次方，那么一共多少项呢？二的 n 减一是吧？二的 n 减一次，这么多项。所以它除完了以后呢，也是二分之一是吧？加上也是二分之一，也是二分之一啊。这一共呢是多少个二分之一？大家看看，从这儿开始是吧？这是二的一次方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是用的是吧？这是二的平方是吧？啊，这个。是二的立方是吧？这是二的四次方是吧？等等，我们看后边这个一共是吧？一共是 n 啊减一啊，再加前面这个二分之一是吧？一共是吧 n 个二分之一是吧？所以这就等于一再加上 n 乘上二分之一，也就是我们这个调和基数，它的前二 n 次方向，那么多的那前二 n 次是吧？那个部分和它的数列是得于这个，因此我们说看看它的极限是吧 ？S 二的 n 次啊，让 n 趋无穷的时候，那么就是这样是吧？它要大于这个是吧？这个一再加上。n 乘上二分之一是吧？当 n 趋无穷的时候是吧？这个当然是无穷是吧？趋向于无穷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数列不数列啊，发散是吧？所以这个数列发散，这个数列本来是 S n 这个数列的子序列是吧？这个序列发散，我们就断定。SN 的数列是发散，什么原因呢？如果这个 SN 的数列是收敛的话，那么它的任何的子序列都得收敛同一极限啊，收敛同一极限。现在我们这个 S2N 次这个子序列是发散的，那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一定是发散啊，一定是发散。换句话说，调和基数发散啊，调和基数发散。看我这个做法是吧，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基数收敛的这个意义来做的。以后这个调和基数啊，经常去用来是吧，跟其他基数做比较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数，发散是吧。我们再看一个是吧，这个基数是这样是吧 ？A 是吧？再加上 A Q 是吧？Q 的平方是吧？Q 的 n 次是吧 ？n 减一是吧？我们看这个基数是吧？这个基数呢，大家一看呢，是一个无穷等比的是吧？等比基数，因为后边的项啊跟前面的项比呀、啊，那个公比就是 Q 是吧？就是公比为 Q 的是吧？叫等比基数是吧？
登的基数是不是收敛呢？那我就看看它的前 n 项是吧？这第一项、第二项啊，到这儿是吧？就第 n 项，所以它的 Sn 呢，啊，这个前 n 项，前 n 项不缝合是吧？我们看看这个，那么前 n 项我看它的有一个公式，前 n 项的不缝合，那么就是一减去公比是吧？上边是这头一项叫首项是吧？乘上一减去公比的这个项数是吧？次方那么多次啊，就这样，这是前 n 项的不饱和。那我们现在看看，当 n 趋无穷的时候，它是不是有极限？这不饱和序列是不是有极限？那关键要看看这个 q 怎么样。如果这个 q 是吧，是小一的啊，也就是公比啊，绝对值，因为公比可能有正有负了。我们的公比的绝对值如果是小一的，大家看这如果 Q 是小一的，那么你它的 N 次方就越乘越小越乘越小，随着 N 的那个增大呢，它就是这项就趋向于零，因此呢这个时候是吧，我们就说它是收敛的，就是一减Q 分之 A 是吧，一减 Q 分之 A， 所以这个时候基数收敛，那基数收敛是吧。其实是收敛啊。那我看看，如果这个 Q 啊，要是等于一啊，或者大于的情形会怎么样啊 ？Q 如果大于啊 ，Q 的那个那，那么随这个 Q 的那绝对值如果要是大于的话，那么这时候这个 n 次方就趋向于无穷了，是吧？所以这时候我们这个基数呢？一定是发散是吧，这基数发散。就是 Q 如果等于一是吧，绝对值等于一，这时候怎么样，我首先看看这 Q 如果是就等于正一的话， Q 如果是正一，那么这项就变成了我们这个基数就变成了 A 再加上 A 再加上 A 是吧，这一直加去了是吧，那么这个基数当然就是发散是吧，因为它前 n 项的不缝合就是 na 是吧， a 是个常数， n 如果趋于无穷那就趋于无穷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基数是发散是吧。如果这个 q 是等于负一的， q 如果是负一，那我们这个基数就变成，大家看就是 q 是负一是 a 再减去 aQ 是负一是吧，负一的平方变成正是吧，这是 A 是吧，减去 A 这样是吧，始终都是这样是吧，正 A 负 A 正 A 也减 A， 但是始终都这样。那么这个基数是不是收敛的？这个基数也不收敛，什么原因呢？你如果取前偶次那个不分合啊，偶子列，那前偶次，那么前比如假设我就取前二 N 项是吧，那么每一项每一项就都是零，都是零，合起来就是零。如果你取的前几次，那就得出来 A 是吧，得出来就是 A， 因此这两个无论是，因为如果一个基数要收敛的话，你不管是那个任何的子序列都得收敛于同一极限。现在呢，如果我要取前偶次的话，那收敛于零，取前几次的话收敛于 A， 所以这时候也是发散是吧，也是发散。到现在为止呢，我们看到就是这一个，如果是等比级数，那我们现在的结论呢，给它更明确一些是吧，这个等比级数要看这个公比的绝对值是怎么样的是吧，当公比是吧的绝对值小一的时候，那么这等比级数呢收敛是吧，如果这公比的绝对值要是大一是吧，这是肯定发散是吧。等于一的时候也是发散，因为等于我们仔细考虑了，等于正一等于负一，不论是哪种是吧，通通都是发散。因此就是对于无穷等比基数来说，要看这个 Q 是吧，公比的绝对值如果小一的话就收敛，大于等于都发散。而调和基数就是发散是吧，这是根据定义来做的是吧。
好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通过这些例子是吧？主要是看一看奇数收敛的那个意义，这是第一。而且我们得到了一些个重要的那个啊，这两个，特别这两个重要奇数是吧？它收敛的情况、发散情况，一个呢是调和奇数发散是吧？这个等比奇数，这个结论是吧？公比的绝值小一是吧？收敛，否则是发散是吧？这是我们就那个第一节是吧？关于奇数收敛发散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是收敛奇数的性质是吧？这是接着昨天讲的啊，这个收敛奇数的性质啊，奇数收敛有哪些啊最重要的性质？我们首先看看这个头一个性质是吧？如果这个奇数是收敛是吧？那每一项如果乘上一个常数是吧 ？C 是常数是吧？我们就可以得出来，就是这个奇数是吧？就是 n 是吧？是无穷是吧？就是每一项乘上一个常数，要得到一个新的奇数，那么这个奇数呢也收敛是吧？如果原来的奇数和是 s 的话，那么这个新奇数它的和就是 cs 是吧 ？cs 这个就是这个性质啊，这是最简单一个性质。大家看看怎么来证明是吧？如何来证明？那证明还是根据我们那个奇数收敛的那个意义是吧？对这个奇数是不是收敛，就看它的前因项不吻合。对这个奇数的前因项不吻合，我们用西格玛 n 来表示是吧？原来那个奇数是吧？前 n 项的不吻合，我们还是用 Sn 来表示。这个新奇数是吧？前 n 项的不吻合，那就是 Cu1 是吧？加上 Cu2 是吧？加上 Cun 是吧？那就等于把这个 C 拿出去，有限多项嘛，相加嘛，所以那个分配率什么都成立嘛，是吧 ？U1 加 U2 是吧？加 Un。所以这就是 C 是吧？这就是原来的奇数前 n 项的不分和是吧？前 n 项的不分和。现在我让 n 如果趋无穷，那这边也是 n 趋无穷，那这边收敛就是 cs 是吧 ？cs。所以我们这个极限呢，所以就是看是吧 ？limit 是吧 ？c 克马 n 是吧？但 n 如果趋无穷的时候，它就等于 cs 是吧 ？cs。这就是不分和是吧？序列是有确定的极限的，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奇数呢就是收敛，这是根据收敛的定义啊，收敛的意义啊，并且原来奇数如果是收敛是 s 是吧，和是 s， 那我们的新奇数呢就是呢 cs 啊，这是我要说的头一个性质啊，这是第一个性质啊，我们再看看第二个性质啊。就是说如果这个奇数是吧 ?un 为一般项这个奇数 ,n 从1到无穷是吧，和这个奇数是吧 ,vn,n 从1到无穷。这就是奇数的一般项是吧，嗯 ,un 这个呢奇数 ,vn, 这两个奇数啊都收敛是吧。那我们的结论呢就是它俩的和是吧，un 是吧，加减 vn 代数和是吧， n 从1到无穷也收敛是吧。也收敛。如果原来的奇数啊，比方说这个 u 这个奇数它的和是 a 的话，这个奇数是 b 的话，那我们这个奇数呢就是收敛于什么呢，它的和就是 a 是吧加减 b 是吧，就看上边的加减号是怎么样。这个就是如果这个 un 这个奇数是收敛的， vn 的奇数也收敛，那么他们代数和这个奇数呢也是收敛是吧，这是第二个性质。我看这个性质怎么来证是吧，这是讲收敛奇数的性质是吧。那要看看这个奇数是吧 ,un 是吧
加减为 n 是吧 ？n 呢从一到无穷，这就是收敛不收敛呢？那就看看它的前 n 项不饱和是吧？前 n 项的不饱和，把前 n 项不饱和我们也做出来，就叫做 sigma 是吧 ？n 那应该是 u 一是吧？咱都用做加的好了，减是一样的是吧 ？v 一是吧？加上 u n 是吧？加上 v n 是吧？这是有限多项的和，所以那加括号啊、分配率啊、结合率什么的，那都没问题是吧？这是本来是这样的是吧？现在呢，我把这个合在一起，带 u 一的是吧 ？u 一加 u 二一直加在 u n 是吧？然后再加上啊 v 一加 v 二都给它加起来是吧？那这个就是我们原来那个基数是吧？SN 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头一个基数好了，就是那个前一项不饱和，这个呢也是 SN，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基数，通向 VN 的那个是吧？一般项，它那个前一项不饱和。那我如果让 N 一取极限的话，它呢就是收敛于 A 是吧？这个呢就收敛于 B 是吧？收敛于 B， 所以我们这个合起来这个基数是吧？代数和那个基数。前 n 项的不饱和是有极限的是吧？它的极限就是 a 加 b 是吧？西格玛 n 是吧 ？n 趋无穷的时候，它就等于 a 加 b 是吧？加 b 它有极限，因此这个基数就是收敛是吧？以上这两个性质呢，就说明一个基数如果是收敛的话，如果它的每一项都乘上一个常数是吧？不会改变这基数的收敛性，当然和会扩大 c 倍是吧？第二个性质是说，如果这个两个基数都收敛，那么那代数和是吧 ？un vn 是吧？加减是吧？那么这个基数也收敛，而且收敛的，就是原来那个基数是收敛于 a， 第二个基数收敛于 b， 那么它收敛就是 a 加减 b 是吧？这是性质二是吧？收敛基数的性质。我们看看性质三，就是一个基数如果要收敛的话，你可以任意加口加括号，不影响这个基数的收敛性，也不影响它的和，是吧 ？un 是吧 ？n 从一到无穷，这个基数收敛是吧？那我可以任意加括号，加括号可是不啊改变那个项的位置是吧？可以任意加括号，项原来的次序还要保持，可以任意的加括号，得到的新基数啊。还是收敛是吧？而且不改变契合是吧？就和不变是吧？你可以任意的加括号，不改变项的那个次序，不允许你交换项，就是你那个可以任意的是吧？一加括号得到那个新基数是吧？再看我们那个这个基数啊，原来的基数是这个 u 一是吧？加 u 二是吧？加 u 三，这是加是吧？加上 u n 是吧？这是原来那个基数是吧？原来那个基数。现在呢，我在这个基数呢，可以给它任意的加括号是吧？比如说结合起来是吧？来结合起来。比如说我就这样做是吧？这是原来的基数啊，这是原来基数。现在我得到的新基数，我是任意加括号的，u 一是吧？加加加点，一直加到 u n 一是吧 ？u n 一就是原来那个第 n 一项是吧？第 n 一项，然后我给加括号，嗯，这是作为我们的新基数里的头一项，新基数里的头一项啊，然后再加上那。
这个 UNE 这项后边的项当然就 UNE 加一了啊， UNE 加一是吧，然后呢一直加到 UN2 是吧，这是越来越扣作为我们新基数的第二项，新基数第二项一直加是吧，来看看这个，我就看看我们的新基数里的前 K 项好了啊，这是 N 啊 K 减一啊，然后这个地方加一，这是为什么在这儿做了？因为你最后那项，我想是啊，也用那个 UNK 是吧 ？UNK， 这就是我们那个新基数的 DK 项，看这个 N1， 这就是我们新基数的头一项是吧？新基数第二项，这新基数 DK 项，就是这样。那最后呢，就是你前面那个东西是吧？前面那个括号里的东西，那个项是 UNK 是吧？减一 ，UNK 减一，就前面括号里的最后一项是 UNK 减一。那接着我们的 UNK 减一再加一是吧？加一，然后就从这儿到这儿。是吧，所以就这样写，这是只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写，免得你看不明白是吧，就因为你前面最后那一项就像我们这个是 UN1， 这个地方就 UN1 加一了是吧，就这个没有什么。好，这是我们新基数的 DK 项是吧，我对于新基数来说是吧，就是加括号是吧，前 K 项那个前 K 项的部分和我呢用那个 Sigma K 来表示啊，原来那基数前它的部分和还是用 SN 来表示，这是我们新基数前 K 项是吧的部分和，看看这是新基数的头一项加一个括弧是吧，得到那个一个数，这是这个当然这是第一项啊，这是新基数的第二项，新基数的 DK 项，这是前 K 项的部分和，用 Sigma K 来表示。那么这个 Sigma K 大家看看，你这个基数是吧，不管怎么着你取的是前 K 项部分和还是有限多项，因此你的括号就可以打开，括号一打开那就变成了 U1 是吧，一直加上 UN 减一直加到 UNK， 就刚好是我们原来那个基数里的前 NK 项的部分和是吧，所以就是前是吧 ？NK 项的部分和，用你那个新基数的前 K 项就这样，是有限多项。你加的时候呢，括号就可以拿出去是吧？我脱掉这括号。对于有限的和，你愿意怎么样结合都可以的是吧？那就得到我们 U1 一直加到 UNK 是吧？就是我们原来那个基数的前 NK 项的部分和，现在我们要对 K 取极限是吧，那 Sigma K 让 K 呢趋无穷啊，这边就是啊 SNK 是吧， K 趋无穷，可是我们原来那个基数是收敛是吧，收敛的，你不论是你取的什么样的部分的子序列是吧，那么它的极限都是一样的是吧，所以这样这就证明了是吧，一个收敛的级数你可以任意的加括号得到一个新级数，这个新级数还是收敛于原来的和，还是收敛于原来的和，这一点呢很要紧的，就是当然这个级数得是收敛是吧，换句话收敛基数啊可以任意结合啊，项可以任意的结合啊，但是我们要使用这个这一条性质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，看看人家是怎么样说的，一个基数如果要收敛的话可以任意加括号，也就是项可以任意的结合，而且得到的新基数一样收敛不改变原来的和，是这么说的，这并没有说是吧，呀比如说一个基数如果我加括号
是收敛的。那么我就是把这括号脱掉以后，原来还收敛，并没有那么说，是吧？所以要特别注意，这个前提条件是收敛基数可以加括号啊。我现在把我后边要说的意思给你写出来，是吧？来看看，就是一个基数是吧？如果要加括号以后收敛，那么把这括号脱掉以后呢，并不能保证它的收敛，是吧？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看这样的一个基数，说这个一是吧，减一是吧，加一减一啊，始终是正负一是吧？正负一，这个当然也是无穷多个数相加，也是一个基数是吧？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基数是发散是吧？因为你要前二 n 项的部分和，它的极限就是零，偶啊偶项是吧？啊，偶数项是吧？你奇次项，啊，它的部分和就是趋向于正一是吧？趋向于正一，所以这个基数是发散是吧？因为一个基数如果要收敛的话，你不论是什么样的部分和序列，都应该收敛于同一基数，所以这个基数是发散。可是如果我要这样做是吧？大家看看，一减一来个括号加上是吧？一减一这个，然后一减一，每一项都是一减一这样得到。这个基数每一项都是零，所以这个基数呢是收敛于零是吧？收敛于零，加括号以后是吧？这个基数是收敛的，那么去掉括号就是发散啊，就你把这括号去掉，这个基数就是发散是吧？嗯，因为它的啊偶子列跟奇子列收敛的东西不一样，偶子列前偶次啊前偶数项的部分和收敛于零，前奇次项的部分和收敛于一，所以这个基数是发散。也就是说我现在所说的事情，如果一个基数加括号以后收敛，去掉括号不保证它的收敛，跟我们现在讲的性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性质是说先说这个基数是收敛的，那么你可以加括号，项可以结合，不改变项的次序，你怎么样加括号不影响它的收敛性，这个不一样是吧？这是说加括号以后收敛，去掉括号就发散是吧？这个不一样的东西，这个前提条件是一个基数是收敛的，而我们这个基数是发散是吧？所以这个是我讲的第二个啊，第三个性质是吧？这个性质啊，对于我们将来要做题判断这个基数收敛发散是非常重要是吧？这几课我们先讲到这儿。